门里。这个一踩就能踩楼梯的话不能踩，不然会淹下去的。我试踩，试踩就被你弄掉了。我请掉了。对，弄请掉了这。原来你们说这个叶子跟其他不一样了。嗯，就这个。好了，把你的肚皮拿开。在玩。再拿往下走。这块。把屁股地下让它滚。系好球，不得拉。我没吃，那你真的很乖，他身体更乖啊！哇，亮亮的。好了，咱这幅画画完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呀？要是感觉哎锤头啊，在屏幕上帮我点一下。刚才我画完这幅画，突然诗意大发，现在做一首诗。啊，这是荷花。啊，这是荷叶。啊，这是一片水。下一句你们来啊。这是我的男朋友，他上次在学校，还是一起玩，还玩的玩。我们刚回家。晚上照的很漂亮。又回去了。哇，李锦鹏刚刚站在那个花里面了，你看。不是李锦鹏，是。我看见了，你宝贝。